下呢，就会跟你给场的话题。对吧？马场赛马实况报道。来吧。毛英，毛来毛，毛英咁嘅毛英。买回来不能喝，要我出面。田湾一号、五号、十号、十三号派2440第七场赛事嘅。1.3倍，三号闪电十倍整，四号利生名媛十二倍，五号放放无比倍，六号发财先锋85倍，七号直线力山17倍，八号知足常乐52倍，九号跟斗云71倍，十号龙船状元89倍，十一号地平楼浪漫勇士啊，十集成噏到浪过关前1.8倍，喂喂蚊咗啊，要过关都入嚟巨额过关，两只啊，马王放马王咁啊，三块马王赢晒得得唔得啦？过关万勇士啊，18蚊打落13蚊啊，当然全部都系会飞噶啦。过关前有一两只跌过10倍马住我嘅，八点一倍啊，登上11倍，日本马一对三号咧全面涨雅嘅，我6.8倍啊，登上10倍，四号利生名媛啊，连达文嘅8.2倍啊，八点一对都跌到落尾噶啦，14倍啊，咁冷嘅添，19倍，要啊要，加咧10倍。集中在二号浪漫勇士身上，好，第六口马宝派彩啦，第六场跑第一名十号马常平常用，但佢第七场跑第一名一号马金钻石奖10.1号嚟嘅，派380000安慰奖，第六场跑第一名跑第一名杨美花，派315000，第六口马宝安慰奖10.10号，天第八场再升电位啦，过咗关之后落平衡啦，一大票奖10.20元。7.63，10.63，13.63，位置41蚊，位置45蚊，合共30蚊，四度买五次，但未收明，喂，位置45蚊，我觉得有飞落定嘅位置仲有好多嘅，就2.11，我买五次，但地平流今日你买咗好啦，18.76，59蚊。
咁啊，仲有地政，我睇到地題喎，龍心房啊、地心領盤啊、地盤金。龍心房其實如果你計歐洲嘅級數嚟講，佢係好級數。你計國際評分咁樣120多分啊，佢是贏得嘅馬嚟嘅。咁問題就係話，喂，香港嗰個場地又點咧？咁呢點要？我話即係今日真係會搞得掂，我又冇機會嚟搞。呢只真係佢因為佢好地，佢係表演過俾你睇，佢係冇問題嘅。對佢嚟講，即係台舞場啊，嗱，即係玩定完呢一隻啦，又係突然間啊，最近啲機場都話砸翻啊，你冇錯啦，咁但係你得啊？呢個最靚仔，呢個唔使錢嘅。雖然話佢近呢兩場戰績係廿嘅表現，但佢就偶爾先係有啲表現啊。佢以後兩次都冇人再嚟。4年萬1號告10號13號派2443元四重左右呢今張個十重我哋仲喺度結緊變㗎喺度跟住新聞啦返嚟再聽重新派場雷霆881請你下晝4:10海濟豪嘅區議會選舉截至下晝3:30嘅投票率係17.33%有超過750,000選民已經投票上屆2019年區議會選舉由早上7:30開始，比今屆早一個鐘。當年截至下晝3:30嘅投票率係12%。至於新增嘅地區委員會界別，投票時間喺下晝2:30已經結束，一共零投票，總投票率係96.92%。學校設立鄰近邊境投票站，方便居民喺。內地或者今日需要選管會話，直至早上10:30，一共有人在上水鄰近邊境投票站投票。一群幾十名居於東莞的港人投票後，隨即趕搭巴士返回內地。嘅宋小姐話：早上專程過關到邊境九窩心，亦都有部分居港選民在北上前邊境站投票。本身小朋友北上遊玩，晚上再返港，亦都有專程從北京回港。的港人李先生說投票完結後會留港探親一星期打算促進本地消費消費額可能達到5位數又認為票站派發心意卡對於國內回港投票的選民是一個肯定這次新聞報導天氣報告本港下晝今晚天氣預測下晝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吹和展望未來一段時間，本週中期幅星期六稍後氣温會轉下降，下週初中晚相降至14度左右。黃色火災危險25度，相對濕度73%。雷霆881，外國外港有誰？